上6点，我从台中赶过来。现在呢，我们在往花莲的路上，他们只丢给了我一张车票。为什么这一次制作单位只给我们一张到花莲的车票？可是就什么都没有说啊，到底要做什么？一般以往他都会给我们 round down， 可是这次完全没有行程，只给了我们一张这个车票。新闻里面就发现山林的事故增加了，山里面该如何求生，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可以找到天然的资源，让你不要失温的装备，那也可以找到食物，甚至如何把火点起来，你要对大自然要认识。这样还是有点不够啊。你没老婆，还有什么可以吃啊？有没有看到肉？啊啊啊！又跑了，好饿哦，我们好可怜啊，好饿。怀疑人生中。All we gotta do is20岁的时候就在淡水当救生员，发现这大自然好美哦。那时候一直在从事户外活动，我们主要活动在夏天划独木舟、立式划桨，还有溯溪；冬天登山、泡野溪温泉。今天呢，我们要带你们去一个很棒的点——崖壁上的洞穴温泉。哦，有这种地方？哎，对，上我好像有看过。我们是在天空上面呢泡温泉。哦，好耶！是，这么厉害，这么厉害，所以要爬上去我才能泡。对，要爬上去，全台湾只有这边有。对啊，很少听到这个。我们还有更精彩的，秀一下。制作单位给你们一个神圣的任务，泡完然后在那边秀秀的录影，还有茶壶可以煮个咖啡嘛。现在已经来到河床上，这一条溪是万里溪。我觉得这里其实有一点点像亚马逊河的感觉耶。其实这条溪流很干净耶，它的水色呈现那种 Tiffany 绿的。这边地质的关系，它的水里面有比较浓厚的这个碳酸钙，那碳酸钙在水里面再加上光线的折射，就会形成你现在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好，过河了。好，过河。这个大概会到大腿，加油。OK。这也很高级的。对啊。下下下下。阿杰。阿杰。阿杰在后面。阿杰在哪？啊，他知道，他已经过了。好像上上去就。哎哎，这样有好一点。对啊。这样有好一点。舒服。比较小。哦。OK OK， 继续。只要做好，容易过腰的。过腰是不是？哎呦，拉绳索了，拉个绳索比较安全。可是这一关我觉得比较难。其实从制作人这样走，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呐。他一失足就直接到了。真的。我们要再过一条溪流，我已经把衣服卷到这边了，因为待会的水非常的深，高蛮多的。哎，好深。哎，太深了吧。哇哇哇哇可以吗？我感觉要冲走了，高峰。哎，我们要过去救他吗？对啊，他有绳，我怕我救不了哎。来，很紧哎。怎么弄啊？哦，这已经超美。刚才他有一段快冲走了。好强哦，阿杰。
这么强哦，很强很强。我看艾美 hold 不住了哎。对啊对啊。侧面要侧面，不要正面。海盗教练说正前方就到了。这个温泉呢是当初台电的话，他每次在挖、在挖那个找水源 OK， 然后挖进去以后流出来的，蛮期待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刚刚碰完溪水有点冷，适合来泡个汤。该泡了吧？对、okay、啊，好啊，差不多，我们先过去，然后卸装备再上去。可以可以，泡一下泡一下。哎，说海盗哥不是说制作单位有给你们第二个任务吗？什么任务？大惊喜不是吗？他微笑，我们在这边扎营。他怪怪的。现在啊，我们登山人口越来越多。嗯，当然。可是发生意外的也越来越多。发生山难的人下去到溪里，然后发生山难。OK， 对，所以我们外景也超过两年。我们很想要知道你们四个人的求生能力到底到哪？什么？等一下，我们用最低限度的装备底下，然后看你们怎么度过这24小时。海盗哥，我也要收走。好啊，不行吧？不行啦！这一次你们有3次可以求救他。如果我们3次求救都没有用，是不是有奖金30万？我看电视上都差一点。蛮兴奋的，因为说实在，没有一个人就是24小时内在山上待一天，然后在没有任何资源下，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有一点点吓到，因为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准备，然后也不知道地形有什么，山上有什么。因为有阿姐在，我们也会有。最简单的设备，我心里所想的应该会是很简单的。我是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好玩。当我听完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已经开始观察周边了，因为想要知道周边有什么我们可以利用。你要我们求生到什么程度，我就开始在幻想。Another time, another place, I would let you... 大家看一下制作单位到底给了我们什么？真的假的？哎，很佛心哎。可是，哈？真的吗？这样很佛心啊。面粉，面心面粉，面粉可以做什么？自己做面条煮吗？艾美巧克力，这样很好，可以，不用，不太用煮饭了。我们来录影吧。我这里都是一些那个炉具啦，焚火台，哎，炉头，炉头，哎，巧克力先来一块啊，可以，哎，等等，哎。不行，我们要用，我们留着好了。你要用，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天黑会更需要热量，所以先不要吃，先不要吃，先不要吃，不准吃。不会啊，我们都有穿暖暖外套了。不行，来，一个人只能够跟我认你一块哈。那这个是什么啊？打开看。哦，大块的，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吗？这个是那个保暖用的，马拉松比赛选手他们也会有一个这个，他们叫做救命毯。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会先包着，然后。预备鸣枪蹦了之后，他们就直接丢掉，然后就冲，这是很好保暖用的。对。万一真的遇到了，绝对不能慌乱了。你一慌一乱就完蛋了。主要是
气温吧，因为我从来没有睡在河床上面，而且在没有帐篷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失温，温度是最重要的。你热量温度不够，你一睡太不清楚，那时候会很容易想睡，就会有危险。要去打猎啊，或做什么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在有限的食物分配下，那我们能够再用一点野草，不管是增加仅存的一些矿物质啊，或者是增加量，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这边不适合啦。对，我就知道你要讲那一块，感觉平坦，对不对？对啊。但是旁边就是水，那个躺下去身上都会湿掉。哦。它平坦没有石子。嗯，好。我看这一块河滩地，这一块其实是不错，但有个问题，因为我们跟西部有靠太近。万一啊，晚上睡觉睡到一半，上面下大雨，它水暴涨，我们会来不及跑。所以其实这边两边都有水的状态，真的是危险。一定要选择一个够宽敞的地方。如果真的溪水暴涨，一个往山边跑就很安全，这很重要。哎，那边底下是不是可以啊？好像可以哦。我们可以把它围起来挡风，是挡这种。怎么挡？我们还是会需要一个木头吧。风从这边，木头等下再找就好啊。我觉得这边可能是现在最好的选项之一。这边生火，我们用那个生是不是也比较好生？在这边也 OK， 也 OK 吗？好啊，就先把这边当基地好了，好啊，会比较简单。在河边有一些蕨类应该是可以吃的，我想要找那个圣蕨，每次我们爬山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圣蕨里面会有它的那个地下茎，小小一颗脆脆的像马铃薯一样，我想要找那个来给大家当一个注释。目前没有找到那个圣蕨，但是至少我发现有点那个大花咸丰草，它的话其实也蛮清热解毒的啦。在这样子的嫩叶，这样我们待会就有东西可以吃。野外求生到底还能吃吗？东南亚很常吃昆虫。对，其实昆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而且你也吃过？对啊，我吃过蝎子、蝎子，然后蝗虫、蟋蟀，然后还有田鳖。哦，我觉得这边有蝗虫啊，我先找个蝗虫啊。蝗虫，找蝗虫最简单，脚这样轻轻的拉，有的话就跳出来。哇，超面啊，好简单。说大声一点的，不然我们会饿死。哇，有了，有了，站，站队。哇，有，四个人至少也要一只吧？他的大腿就是鸡腿啊，有没有看到肉？而且还感觉很有嚼劲儿，把肚子掰掉，掰掉以后不建议生吃啊，换起来以后有火稍微烤一下啊，再找再找，还有，我看到一只了，很难找的食物，鸡腿那么好吃，还有什么可以吃啊？这只几公斤？这只应该是听点名的功课。啊！哎，又跑了。啊！我觉得应该掉到水里，然后变鱼的食物吧。那鱼吃饱，我们要去抓鱼吗？虾子会在餐厅的地方吗？因为我想要抓鱼，可是又想抓虾，因为鱼好像会这样子游过来。不知道。有啊，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圣蕨的话，它是左右这样子很平行。哎，找到了，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吃的。哦，是吃到里面的东西。对对对，我们就是吃这个圣蕨的那个地下茎。Immortality
枯掉的为主，是尽量不要把活的树砍来利用啊。真的没有的话，如果真的要求生，我们才考虑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好，那我们先好，谢谢。那是有一根那个断掉的，这个来，这个交给你，我去看看。好像可以耶，好像可以。真的吗？哎，可是感觉好软哦。还是一根，聊胜于无。耶，赞啊！这可以啊，这稍微撑一下也可以。太软了，软了。那我要落到别的地方了。这边要小心哦，落差很高。哎，这个错，哇，我天哪，哇！哎，今天这钓的是什么鱼啊？这个叫做卷仔。卷仔，羹啊吗？羹啊，就是羹啊。哇，哎，好大哦！天哪，哎呀，这边的鱼都是这么大吃吗？还有更大的。是哦。对。所以这边大概几种？是几种这种？目前来说的话，这边是最多两种，就是卷仔，还有汤鲤。汤鲤，对，大口汤鲤，我们钓鹿角的稀有的梦幻鱼。哦，可以试看看吗？因为可以啊，可以啊。我是来这边荒野求生的啊，我不能只靠别人，我还是要自己抓一些鱼，不然我会被其他三小虎笑。试试，我先跟你预定。好，没问题。荒野求生可以多久就用很牢啊。我现在已经有抓到技巧。至少饵抛出去蛮漂亮的。哎，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反复不停的动作，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钓鱼蛮靠运气的。运气其实有些技术提升的话，运气会占大部分。哦，是哦。技术的话就可以增加你的运气。嗯。Yeah, we'll talk to girls as if we have a shot. Okay. We'll close the club and go for tater tots. 哎，有人中鱼，有人中鱼了。汤里，哇，梦幻鱼种，梦幻鱼种，是啊，身上的话背鳍有刺，哦，真的，对，但它颜色呢很漂亮，哎，真的，它有一种那种彩色的感觉，对，它有斑点。那这个体型算很大了吗？没有，这是小的，小的，对，这可以到50公分，哇，这算是小的，哇，那这个应该也没办法，这个我们要放鲨，对啊，这还是放掉好了，好，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往。放开就可以，放开，对。你要用这样固定吗？对啊，然后把这个塞在土里面，这样拉直，可以吗？等等，我们该找的比较厉害的东西，比较高，视野比较好。肩膀先这样子，然后这样是不是比较高？然后这边可以顶着。顶着以后，这边要有个东西拉撑。可是，而且这个我们需要绑两只吗？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软的。这个，来，你手放。好，我放好。放，你放。好。它我这边拉紧它就好，它只是立在那边而已。哦，所以你要用那一个去固定。对啊，我这边绑住就好了。OK OK。刚才讲那个山中，我们衣服放在上面就不用怕脏，晚上躺也可以。赞哦。超赞。这样还是有一点不够，但是我刚刚在身边有发现一样芋头的东西，我蛮想试的，可是我没办法分辨它到底是土土的还是一般的。帮我来求救的话，我们要用掉一次求救的机会喽。来，师傅帮帮我，师傅请牌，哎，师傅帮我，它是真的芋头吗？这一片呢，你看它那个就是护国芋，对，它可是生逼。深逼啊，它芋头它比较圆顶，你看它没有那么深。第二个呢就靠这个喽，哇，护国芋不会成为水滴。我们看看这个，来，哇，哇，你看哦，黄绿虫的叶子就可以这样，一般所有芋头都能吃，它们都没有毒，护国芋一定不能吃，用叶片的方式。了解，可以挖了，哇，你没有发现一样？我觉得我们先准备干的那个
那个一个人的那个上山下海的时候，没有玩。对，我找到那个干的根，超好起火，对，它会像这样子虚虚毛毛。萤火，我们当地木头很多可以剪屑屑的，那尽量不要去砍到树，我们可以保持我们树种的存在。如果在生火的话，就把旁边围一圈石头，让它在里面，它比较不会到处飞散。那屑屑的、啊、不会因为风吹走，所以这样会比较安全。那烧完之后，你这些屑屑呢，就要再把它装走。啊，这木炭回去也可以当肥料啊，很棒啊。哎，刚也差一点。还是我们要想怎么样才可以制造火种？我知道，洋芋片。洋芋片，洋芋片可以吗？真的有比较容易吧？这点不起来了，好像还不行哎。这有油吗？没。哦。有吗？不知道哎。你把那油包，你把 Max 用掉，他会生气。美棒的粉磨出来，然后嘣一下就起来了。你先试试看。不行的话，我就要试试看这个。好。有肉有菜，所以求生像我们一样。对啊，很好的。好的，走啊，走走走。哦，等一下，大咖的，哇，这个大概一个拳头那么大，很大。哇，你看，是吧？这边这么大，哎。你刚刚那个值得，值得哈，这个大小差太多了吧？史上最有价值求救。拿比一下，啊，我们刚刚那是卡，但是呢，小颗也很好吃啊，小颗嫩，对，小颗嫩，小芋头嫩，对，啊，大颗饱，这个算在我们求救里面，对不对？对啊，给你们求救了，真的，哎呀，中乐透，好，赞 ，OK， 送给你们，耶，我们来试一下，哇，哇，我的肉，一定有萤火，有。有没有食物啊？有，你看，哦，其实有一二三四个食材，我们要吃三餐了，所以我想用半边的，我们就加芋头去煮一个汤。哦，有汤好。然后芋头筋的部分，我们直接炒面，然后加那个我采回来的那个咸丰草就炒面。好，好啊，好啊。然后另外半边的部分，熏鱼版本，然后明天中午我们搭配那个圣爵一起吃，这样子。It's all too much, when it's all too much, I'm gonna be the one that you run to. When you need a rush, when you need a rush, I'm gonna be the one that's fine. 我们把鱼，哇，水煮鱼，哇，哦，滚一下下之后，我们再把回力条上面的鱼，它应该会有一个进去汤，对不对？要包，把浴巾。先拌来拌的那个酱料包，好，来吧。你要拆吗？还是整煮一下？整一下，等一下一点。它好像会瞬间把水给吸湿。对。亲爱的，帮我拿一下那个大花咸丰。等一下吗？等一下吗？下一点，一个味道。好，再来。它有味道。对。它是好像九层塔。对。好了，完成。这边很高真的，可以，好吃吗？刚好有隔热，蛮喜欢啊。花弟可以吗？对，我蛮好吃的，很好吃哦，而且还有炭烧的味道。我可是精准的掌控火候，火候是我掌控的，面是 Q 的。我来看一下汤，这汤太可怕，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维力炸酱面，但它有很香的炭香。我要试试看咸丰草。哎呀，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运用的是那个天然的芋头，你不要把它当成清汤，好不好？大家，我们把它当成补水鱼羹，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好不好？汤哦。对，补水鱼羹，好不好？它这样子真的很类似补水鱼羹的效果，因为很细很滑。你试试看，一抿就开。哇，炫掉了。它像那个海鲜鱼粥。然后海鲜跟那个粥整个化在嘴巴里。对，因为我们有芋头的那个有一点的芋，所以在煮，所以刚好会保护住鱼本身那个肉质，真的很嫩。这里还有，我再用回味。哇哇，海拔。哇，奇特的口感，又油然后绵绵的，
这很难跟大家讲。嗯，就是软很软的胶质，它的鱼汤整个闻起来味道是鲜的。好，期待。它其实多了一个新鲜芋头的一个变化，只是多那个形。对，所以看起来像浮水鱼羹这样子。嗯，第七个小时了，你觉得现在怎么样？是这样，今天热量够，然后转了这个遮蔽物，整个转球。它这个天棚够大，所以我们这样凹下来，它变成反而是一个这一面挡风的，至少保暖还 OK。晚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点危机，譬如我们的水。对，好渴哦。我们还有瓦斯还能煮，然后我去找看有没有竹子可以来做杯子。因为我们还是喝点水好，然后那个就是葡萄糖煮一点咸汤炒茶，大家喝一点再睡，好，喝点暖一下，要暖一下。还有还有，能剩什么？波卡冰跟面粉。那还有两餐，可以直接吃。还有巧克力。这里其实我吃蛮多。是考验是午夜才开始。为什么？因为午夜会很冷，不知道会不会下啊雨之类的。乌鸦嘴，我不想听。不会下雨。不会的，做什么都不想听。我们出发前，我看天气预报应该是还不错，一整个礼拜都不会下雨。哦，就有点饿，好，走，很饿又很渴，走，先去弄水。I wanted to disappear, and all I would have wondered is about to appear, and it's not like ever really needed more than.我们今年放吗？还是双眼？刚放。那其实是请求身为架杠的多人团队帮忙做什么？有，可是我青草茶跟这个有点地方，我刚好连在。我再煮久一点，让它黑一点，它就是青草茶。全部东西他们没有抓到的，可是你一拿出来就刷大腿啊！保暖的。待会儿，对，待会儿不用。然后剪。我们好可怜啊！因为这个是偷偷准备。你看我们的型男主持，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搞成这样？把自己弄成垃圾。大垃圾袋其实它有多重的功用，一方面，你记得我们打包的时候，大垃圾袋放进去，你东西放里面，遭遇下雨的时候比较不会淋湿。那真的临时有需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拿出来使用。这个茶有点蛮准的。好。它就是一个清煮的香气，然后加上前锋茶的花香，对，跟它那个炭熏过后的那种特殊的成分。我说实话，我听他讲那么多，那个意境我完全出不来，我先闻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味道。我们可以叫你那个意境，干杯！干杯！直接煮热水，干了。可以进来休息了。房间 room tour 时间。哇，好宽敞啊！好啊，空调不错，还有灯光也，那个拖鞋拖鞋很有空间感。对啊，我觉得这设计感不错。要拖拖鞋是吗？拖鞋拖鞋啊，要拖拖鞋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然后这种比较厚的袋子，我们可以铺在背后。好，这个身体不接触地上，才不会湿气太重。对了，它被吸湿了。我们这个防水拖鞋用盖，哎，拖鞋可以拿来当枕，好像是哎，拖鞋是 QQ 的，我刚才偷藏了一些东西哦，什么？我在我的帽子里面还偷藏了一顶毛帽，哎，这个制作人这个，喂，犯规，制作人，放在身上就，放在身上就可以用啊，你要拿什么出来？啊，给我拿出来，把食物都拿出来。没有了，然后右边口袋有东西、哦、没有雨衣，你在那边没有，左边没有了，我敲、哦、没有了，喂，睡觉睡觉，你不要这么匆匆哎，不用担心啊，你这样脚会凉，脚会着凉，雨衣现在还好，不想跟你们睡，你们先，我连我，你们先，哎、欸，怎么会有点心？他来了，是我的眼镜。洋葱，那一包，那一包，这是蛋白脆饼哎，有蛋白的，就是那种世界末日你会活到最后一个的那一型。我这个是拿来就是，你知道，那個、望梅止渴，我是不会吃的。那
那你看着我们吃啊。啊对呀、啊，你看着我们。不要。啊。等一下会不会有游客经过投钱给我们？妈的，台北很冷，很冷哦。还受得了吗？有点冷。那时候是有一点点紧张的，很怕的，主要就是冷到没有感觉。像我们有铺那个叶子，但是背也都是凉的。那时候自己也很呆，就是外套是盖在身上，所以其实身子很硬，然后很多是骨头吧，这边一颗那边一颗，没有办法睡。一度好冷好冷，那种冷是急速降温的那种感觉。就是血管几乎都是缩起来的，对，那段时间蛮痛的，又冷又饿又睡不好，因为地板其实蛮硬的。不管我衣服再怎么包，那个风就是一直从旁边灌进来，然后到最后是冷到脚真的受不了。有巧克力，煮热巧克力。10:20，才10:20而已。还是我们这时候可以求救海盗哥，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没有水电，没有办法挡。底下的人，好，那请海盗哥来协助一下，求助一个，好。海盗哥，求救，求救，艾美很冷。对，艾美很冷。我是暖男，没关系，熟男吧？煮熟的男人，熟成了，所以他现在很棒，已经套了塑胶袋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该跟地上隔离的也隔离了，很棒。这都是利用我们在溯溪过程哈，本来就带出来的东西用上。我们现在我觉得可以改造一个工程，就是让我们的帐篷，对不对？越贴近我们越低越保暖，这样是让我们不要接触到这么多空气，对，空气流通不要那么大。哦。对，制作人。把睡袋是要给我们大家预备的哦，我觉得这个提议最好，是，好不好？嗯，谢谢。他带了这个饮料，哇，这是巧克力吗？这巧克力哦，哇，赖皮包里面其实是我们登山里面都会带的，你说像葡萄糖跟巧克力，其实我们就算是单工啊或者什么，我觉得都很需要。对，那有时候冷好像也是因为身体没有热量不够，对对，热量越高越好。那我带回来，雨衣可以，轻便雨衣，穿雨衣睡觉，穿雨衣睡觉。昨天睡到一半，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温急速骤降那种感觉，很难睡哦。然后今天晚上很冷，超级冷，还要有塑胶袋。说我想回家，我们赶快坐一坐，我肚子好饿哦。没有比自己房间好睡，但我还算是睡得不错，保暖很多，因为没有风一直串进来，所以其实温度上是。还 OK 的。为什么山难？然后他们下切到溪谷之后，其实我以前都不太了解，反而这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昨天晚上超冷，我整个脚下半部套完垃圾袋之后还是冰的。大家靠在一起取暖。对，很多人也是这种情况，真的很冷。吃早餐了，我们先丢两个发泡地，帮我装8分满的溪水。好，我们融化个巧克力，好像汽水一样哎，真的在发泡哎。对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制造出小苏打的效果。帮我下面的，好，好，
然后呢？我把它先拿下来。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奇幻料理？对，这组合看起来好怪哦。对。可以了吗？变什么了？它变什么？嗯，好香哦。可以加菌固陈酒的味道，大概就是这样。Remax 这一趟很有想象力呢。准备。然后我懂，你要弄成小饼干，小饼干这样，小小松饼干。那它变干了，看不出来。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那个小孔洞？嗯。对，就是那个发泡片的效果。现在小苏打粉它才会蓬起来。对，它需要一点气。他想如果直接喝面糊。不行。好，再来第二遍。一个人两片，这个松饼呢，其实煎完呢，然后再上来烤呢，它会多一个布朗尼的口感，好香哦！对，嗯、好吃，应该很浓郁。我觉得巧克力热热真的好好吃。哎、欸，就是布朗尼。嗯，赞吧，赞吧。哎、嗯欸，很好吃。哎、欸，就是布朗尼。还是要发泡锭的味道。对，是。你要把它想象成那个是陈酒哦，陈酒的味道，陈酒的、哦，这陈酒太赞了。蛋挞对不对？而且烤的比较焦的部分酥酥的，我很喜欢的口感。然后里面 QQ， 嗯，这个应该变成未来餐厅的料理，限定版。办不到，我做这十片快一个半小时，可是口感很不错啊，很 Q。秘境在我们的山壁上啊！对，你看它已经从温泉从山壁上流下来了，绿绿那一道吗？对，它长了温泉澡，有点难爬，是不是要先攀岩？我穿这样也可以爬吗？你昨天都全部过河了，应该全台湾都可以。我在想，我就穿这样爬了。好，没问题的，你身手太好。走啊走啊走啊！好，走啊、那我们就走出发，从哪根石头上？洗澡了，洗澡了，走。哇，上去也是一个很重的大风车，这边两边都可以爬。头小心，不要撞到了。穿梭奇岩怪石，其实旁边不算是很难走，但是应该有个五六楼跑不掉哦。哎，你超轻巧的啊。对，我自己跑，我觉得自己好像小泰山哦。OK 的。哎呦，更能感受这个石头的温度，好奇妙哦！这个天空之泉到底长什么样子呢？那这边看起来是比较好走的，因为这边都有，有没有类似像台阶一样的形状？基本上你只要踩踏了，踩对地方，脚点看好了，就可以一路往上走。Get up, get up, let's go. Get up, get up, let's go now. Get up, get up, let's go. 'Cause here we go.超滑，对，超级滑，这边都很滑，小心。滑，蹲低，很滑，很滑，不行，蹲低，蹲低，蹲低，好好好，再蹲低。哎、欸，哦，这个超滑的。对，所以我知道，所以小再蹲低，小心。超滑，超滑，超滑。哎、欸，很烫哎、欸。是啊。哦，很烫，很烫，哇，好滑哦。可以，小心哦。就是这里吗？还没，上面。哇，看到黑色超级滑，要小心抓住绳子。这个有水哦，黑的地方超级滑。水超滑，好，我懂，要蹲下来，对不对？哦，靠脚皮，是这吗？就是啊，好漂亮哦，像人家自己凿的，对，真的耶，水还蛮热的，很舒服哎，哎，没错，但是最厉害在你后面，
山景。哇哇哇哇！对，好棒哦！天空呢，这个山景是绵延啊，很棒。而且真的是山川景致，山跟那个水，而且水是那个昨天讲那叫什么七分明白，七分明白，超美。在这种地方泡温泉就对了，哇，泡温泉的吧？对啊，这么漂亮，哇！可是泡了、啊、泡了、啊，但我们只能泡到腿而已吧？没有啦，后面呢？泡浴汤啦！我还以为那是墙壁。来，男神男神，是男神，日本，可以可以可以，哇，真的可以，舒服，一下来就开始很猛汗。昨天的疲惫，我泡下去突然精神都好了。我们昨天就是很辛苦啊，都没有洗到澡。对啊，今天刚好就是冲洗一下。还有个小问题耶，你们发现这个后面是人工推？对，这个松。它应该是当年挖到以后就把它堆砌起来，这边是当年很多伐木工人跟工程人员，他疲累下班以后来这边稍微放松心情，让全身舒畅的地方。所以你们达到效果了，效果晚上累了一个晚上。对对对，哇，对，现在给你们最好的犒赏，哇，太棒了。那你昨天都这样睡啊，这肌肉很紧绷，今天刚好可以放。这个 view 完美啊，你看这么好的 view。终于到最后一个关卡了，最后一餐就让我带大家到西班牙。我们把洋芋片剥碎，这个洋芋片比较特别，它加水后会变成什么？洋芋泥，芋泥。来了，就是洋芋泥啊。And I mean it in a good way. You something like an actress. Hope it don't sound too cliche. Plus you independent. You got your own crib, you don't even rent it. Make your own money, so you spend it. Baby, you the winner with no contestants. And this ain't no dream. Pinch yourself, baby, it's the real thing. You're so fly like you really got it. 来，真的好像洋芋泥哦。吃到圣蕨会脆，圣蕨加热过后就不会有那个涩味，很好哎，这个有饱足感，因为芋泥跟那个面粉是融合的，好棒哦，这真的是这24小时最完美的一餐，昨天的泡面只差它一点点而已，我觉得嘴巴里面好香哦，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是洋芋泥，重点是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山菜，还有山苏、过毛，山苏酱好吃。昨天到今天这24小时来说，我在山里面我看到了浅尝即可的东西，不是一直拿来吃到饱，一个求生的状态，你维持着可以活着的营养就好了。我还是会觉得不要自己一个人登山的，你坐下来说，哦，好想睡哦，那一睡下去你体温可能就不在了。身上一定要有雨衣可以保温啊，一定行前报备要有。人在那个时候很容易慌乱，然后就会造成无头苍蝇一样。其实不用，就是在原地等待就。这趟经历下来，最低限度可以让我自己活下去的两样食材，盐巴可以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巧克力的话呢，也可以补充我们最低的热量。你包包内一定要备到盐巴跟巧克力这两样。上山下海过一夜。风海求生大成功。本节目由台塑石油95+冠名赞助播出。